教练您好，我今天第一天过来练车，请多多指教。开车前的准备工作知道了吗？教练，我知道了。来之前我复习过了。开始吧。我叫Nurzati，是沙切县一个建筑公司的员工。最近我在学车，希望我赶快拿上驾照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因为我拿上驾照了。驾照终于拿到手了，我带你游遍沙车 ，Let's go！ 我喜欢旅行，领略各地的风光。这几年我看到我家乡沙车县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新修的马路干净宽敞，公园街道绿化优美，丰富的文化印记散落在那些耳熟能详的街巷里。在这里你能看到一座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，中亚文化与西域文化融为一体的历史文化名城。我是这个城市的建设者之一，更能敏感地捕捉到这个城市的变化。在这个城市里有无数个我，正在努力地建设着自己的家乡。每一滴汗水，每一粒尘土，都是我们最好的见证者。这个城市正在快速崛起，随着时光的变迁，一切美好都将会绽放，结出最甜蜜的果实。